我身后这个就是他们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，我在网上攻略上已经看到了，然后里面非常的雄伟，走到这里也就是感觉一个字，哇，好雄伟。然后我们要进去看看，我先把口罩戴起来。现在终于是来到了哈佛的校园内，然后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点多。这个校园也是真的是大，然后一度感觉我都快迷失了。然后我现在终于到它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雕像，据说去摸一下它的左脚会有好运，所以它的左脚都被摸得很亮。然后大家都在排队摸他的左脚。有人说这是哈佛的雕像，然后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其实是个骗局，这根本就不是哈佛。现在我准备也去摸一下他的左脚。我身后的这个图书馆就是传说中凌晨4点还在通宵打旦的图书馆，学霸们都在天天努力，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不努力呢？刚刚戴好口罩走进去，第一项就是请拿出哈佛学生的 ID。 好吧，第一道门刚进去就自己转头出来了。很想进去参观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们再看看学校其他的建筑吧。感觉我就是在世界上最顶尖的学霸中间穿梭，这感觉也太棒了，感觉自己好像也是学霸。在校园内呢，都是这种红瓦的这种建筑，非常有这种历史感、文化底蕴，感觉特别的浓重。但是我今天，我觉得我犯了一个什么错误，就是也可能是我新来不知道，因为我是开车来的，车周边我看了一下，最多的街趴只能停2个小时，然后现在又匆匆的赶回车上，因为在波士顿真的我发现停车太难了，尤其是跟我们洛杉矶相比，洛杉矶。我觉得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，除了downtown区域了，平时从来没有考虑过停车难这个问题。在这边租了一台车，就是绕几圈都停不下，然后好不容易停到还只能停2个小时，所以我觉得可能，攻略上也讲说，其实到这边来的话，其实 Uber 会更方便。但是我已经租到车了，而且可能在 LA 开车也习惯了，就会觉得到哪里好像还是自己开车更方便。但是今天真的是发现弊端了，我得赶快回去再移一下车了。
的晚餐呢，我开车来到这边，竟然发现这边是中国城，好多中国字，小桃园。看一下我身后，前面也全部都是些粤菜，就在中国城。但是我并不是来吃中国菜的，而是我只是想来吃一碗拉面。然后吃的就是这个啦，就在我住的酒店旁边。